彰化县阳光少年展望会为了让弱势囡仔会当感受到社会温暖，伫了河边一间会馆举办围炉活动。活动当中，除了囡仔表演以外，展望会嘛邀请到家人前来担任公益大使，希望让囡仔甲家长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关怀。彰化县阳光少年展望会为着让弱势囡仔买单感受到社会温暖，在河边一间会馆举办围炉活动，会中又阁邀请家人做会同欢。我遇到你，谢谢你。也让我爱上你，不管风风雨雨，不问明天在哪里，我都会永远地陪伴你。也呼吁我们全国的朋友，大家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社会需要很多很多的朋友啊，大家共襄盛举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弱势团体。阳光少年展望会理事长表示，这些囡仔拢是新港一代单亲或者是隔代教养的囡仔，为着让因学习会当甲其他囡仔共款，也可以拢会尽力为因辅导课业甲生活，希望因会当自立自强。那我们最主要服务对象呢，就是单亲、低收，还有经济弱势、隔代教养的孩子。哦，在希望说借由元宵节的活动呢，能够让小朋友跟家长呢一起来参与这个围炉的活动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温暖啊！我们这个计划呢，也非常感谢卫福部跟彰化县政府的支持。那我们在深港乡这边呢，能够照顾我们地方的弱势儿童啊。我们目前呢，我们班上呢，据点这边有30个小朋友哈，包括国中、国小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再加强宣导，就是我们希望说，借由小据点呢，能够照顾更多更多我们在地方的孩子。我们深港阳光少年展望会呢，大部分的小朋友都是我们深港乡比较弱势家庭的小孩啊。那今天呢，特别办一个这个餐会，来给小朋友有这个元宵节的活动。囡仔为着会当领到演出红包，在写了功课了后，就努力练习。协会表示，囡仔除了功课以外，嘛要注重休困。毕竟因拢是较活泼的囡仔，正确引导囡仔发挥长才，才会当让囡仔找到家己的未来。新中华新闻里面，从河北彩虹报道。